分享同乐瓦力欧制造。嗨，大家晚安，我是吴界。今天呢，就要来玩这一款游戏哦。听说呢，是个考验即时反应的游戏哦，所以呢，我想玩起来应该会跟我之前玩的阅读空气应该是差不多类型的游戏吧。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故事哦，居然还可以选模式啊！游玩人数一个人，虽然有机会可以两个人一起玩了，可惜它不能连线。哦 ，new， 哈哈，居然还有排名啊！跟自己比赛吗？嗯，奇怪。哦，我应该学他的声音哦。哎，总觉得我的身体好轻，原来是我浮在空中啊。Boom！ 我觉得我学得很不好。是因为在游戏里的关系吗？算了，反正方便就好了。对，有一点章鱼哥的感觉。Wario， 为了赚大钱会到处寻宝，或是制作游戏。这里喜欢吃蒜头，所以身上总是有点臭臭。蒜头很好啊，咸酥鸡加蒜头最好吃了。瓦力又会朝面对的方向攻击，好哈，所以按 A 就好嘛。移动，哦，这边是教学吗？破坏它，哎，哦，居然。他的头可以撞这个东西，然后按下去。哎，嗯，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感觉蛮简单的、啊。哦，牛刀小事。哦，这个是本大爷制作的关卡。嗯。啊！那家伙经过的地方都变脏了。糟了，这样本大爷的关卡都会脏掉了。你在意的是这点吗？不是。在意要怎么逃出去才对吗？给我站住！哦哦哦哦！看傻眼，所以这群人是什么任天堂的员工吗？啊！我怎么看不太懂现在的世界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游戏开始，这么突然，那我要做什么？拿手物件，拿手物件，什么东西？全部拿走，全部拿走。哎、欸，让他睡着，让他睡着，这样子，这样子，哦，睡着了，哎、欸、耶耶，有有有有，速度加快，怎么了？刚才的东西在加快这样子吗？瓦里奥さん，瓦里奥你在这里啊？Young Cricket， 少年库里凯特。为了追寻力量，正跟在曼提斯身边修行，个性认真又率直，非常喜欢肉包。为什么日本人设定中国人角色的时候呢，都很喜欢吃肉包？到底是为什么？虽然我也很喜欢吃肉松的肉包。上场跳跃，持续按 A 就能跳得更高。好、哦，好，破坏它。嘿。哦，角色不同，能力不一样。十八伏特也在哦。来到这里之后，头上的光碟怎么丢都丢不完了。不行，头上有光碟，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动了。十八伏特，糟糕，我喜欢十八号，也喜欢动森的伏特，这个角色是不是集合了我的最爱？
很会唱饶舌歌曲的小学生，小学生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大人，这很应该吧？喜欢复古风格的游戏，好。所以朝推动的方向丢光点，所以它 不能移动，就是嘿，哈哈哈，嘿嘿嘿，喂，哦，放开，哦，这样可以干嘛？哦，原来如此，好哦，由我们三个人轮流上场，这样战斗吧，哈哈，いくぞ，让所有星星发亮。让所有星星发亮。哎，这样有吧？记下来，记下来。然后我要转动它。嘿，这样子。哦，太好了，太好了。打倒那家伙！打倒那家伙！叫我是谁？啊，我打错人了，糟糕！速度加快了，保护花朵。哦耶！然后呢？拔出来，什么东西拔出来？哦，可恶，我没拔出来。取出全部精力，取出全部精力。哎，18伏特好像比较简单。哦，转到头目关卡了。啊，好紧凑，好紧凑！蒜头，蒜头，最喜欢吃蒜头。那我要干嘛？打倒敌人？怎么打倒？哎，哦，应该不能碰到他的刺。然后，嘿，嗯，好，我大概懂了。哦，怎么那么多奇怪的毛？哎呀！哎呀，他怎么全身都刺？这样怎么办？我可能要等他收刺的时候打倒敌人，再撞下去哦。嘿，好，没关系，再来，再来，再来。嘿，对，像这样的，这个就不要那么快撞，先等他一下。咦，嘿，哎，哦，还会有这个，嘿，哎呀，哎呀，游戏结束了，怎么会这样？可恶，继续挑战。哇，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款游戏。敌人，哦，应该好像没什么时间限制嘛，对对，所以我应该不用那么紧张。哎呀，我怎么会死在这里？可恶，再来，打倒敌人。好，我知道，我知道。哎，这边有一只鱼嘛？哎，你怎么从这边出来？不讲武德啊！我以为都是一样的顺序呢。等下先撞左右两侧，对不对？哎，他会换哎！可恶，这 AI 没有想的那么笨。嘿，应该再撞一次就好吧？酷霸。马里奥都只要踩三下，哎，耶，耶耶耶耶，好多钱，耶！所以瓦利欧他那个不是胡子，是鼻毛，是不是？啊，找到了，哈哈。哦，脏污正在消失。
那个大概就是让游戏变不正常的游戏臭虫啊，也就是 bug 吧。なるほど。なるほど。把全部的游戏臭虫都打倒后，好像就能离开这里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游戏里面 debug 就是了。好啊、哦。库里凯特和十八伏特成为同伴了。耶、yeah, ，我喜欢十八伏特。对啊，你看那个毛是粘在鼻子上面的，所以瓦利欧的那个我一直以为是胡子的东西，其实是他的鼻毛。哦，角色已经开放了。哦，我们前往下一关吧，莫纳马桶生活，是不是？那边有一个马桶。这里也很脏啊。瓦利欧叔，各位，哇，这台机车停不下来。莫娜，每天都忙着打工和社团活动的女高中生，梦想是成为冒险家，非常仰慕瓦利欧，居然，这是与众不同的。哎，他会丢回旋镖，哈哈，好，来试一下吧。全部破坏、哦、可是他真的停不下来，他机车就会一直移动。哦哦哦哦哦，好会丢回旋镖、啊、好，他回旋镖不能按按钮。啊，哇，这样同伴会越来越多耶，要一个一个记他们的能力啊，太过分了，我制作的关卡也被弄脏了，是游戏臭虫害的吧，可恶，不可原谅，他们完全没有在意自己被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他们只想着自己做的游戏被用坏了。要选谁？好，我们来选那个莫娜吧。哎，随机好了，结果我的十八伏特没有被选到。哦，画面好可爱哦！莫娜的家，我出门了，好可爱哦，这三只。好，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哇，一对。莫娜回力镖，大下鼻子是可以当吸尘器用的吗？隔天又来了，日复一日，晕倒。所以，啊，不要被找到！不要被找到！哦，还好还好，虽然我刚才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挤出来！哦，太好了！哈哈哈哈哈！做出一样的时间，做出一样的时间，哎哎哎！哦，还好！哈哈哈哈哈！好紧张哦，撕下来，面膜，哈哈，然后呢？逃走，不要被吸尘器吸到吗？那离它最越近越好啊！耶、yeah ！把水管连起来。有连到是不是？哦，太好了，速度要加快了，收拾干净，这样子吗？失败了，清洗干净，清洗干净，
哎哎，又失败了。堵住鼻孔，堵住鼻孔。太难了吧？清洗干净。哎，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啊！根本来不及啊！哎哎哎哎，要花钱哦，那我们重新来过好了。把水管连起来。把水管连起来。瓦力哦，好难用。好难用，不要被找到，不要被找到。哦，还好，还好，还好。逃走，逃走。我应该不会被吸到吧？好，做出一样的时间。哦，直接用人去撞比较快。逃出去，逃出去。啊！被包在垃圾袋里面了。撕下来。哎、欸、哎、欸，为什么不能往下飞吗？为什么？清洗干净。这个比较简单啊。不要被压扁，这里应该不会被压扁吧？哦，哈哈，牙齿还在拍手。啊，堵住鼻孔。没有堵住吗？让它掉下来，让谁掉下来？来不及啊！更改角色，我觉得瓦力欧不好用啊。这三个角色呢，应该就可以赢了，我觉得。逃走还蛮简单的，因为他好像就吸不到这边来嘛，我们就只要这样子逃，往这里就好。挤出来。嘿，简单，不要被找到。还好，做出一样的时间，嘿，可以，有油的，逃出去，耶。呼叫里面的人，门铃连打。清洗干净。哦，太好，这样就有洗干净了。堵住鼻孔。哦，一发中哎，太好了。耶、yeah! ！过了吧。摇晃它。哎、欸，这样不算摇晃它吗？它很摇哎、欸。哦，收拾干净是这个意思啊。哎、欸，怎么现在才速度加快？拿下来。哎、欸，拿耳机，把塞子拔出来，怎么拔？啊！让它掉下来。阿杜卡奈，最后一关了，恐怖关卡。放进盒子里，这个是这个意思吧？
三个罐。哎，我的吹风机呢？哦哦，要让它进箱子，不是放到那个上面。好，两个吹风机，这个，然后这个，这个，对吧？咦，那什么虫？四个，哎，不要再被挡路。我一样的东西拿两个，是不是？啊，怎么会这样？再一次，哎，哇，居然还会换性别！逃走，糟糕，不能动，只能这样子。哦，还好还好，我好聪明哦。出来！噔噔！哎，不要被找到！不要被找到！那我怎么办？还好，待在原地就没有被找到了。把水管连起来！把水管连起来！哎！做出一样的时间！做出一样的时间！哦！还好。要说什么？清洗干净。哎呀，是包福特管好用啊！不要被压扁。好。耶！我擦！摇晃它！摇晃它！哦，太好了，这次都过了，堵住鼻孔，自己进去啊，收拾干净，收拾干净，速度又加快了，拿下来，嘿嘿嘿嘿嘿，开灯，开开灯。还好有开到，让它掉下来，让它掉下来。轰！耶！十八伏特真的是好用啊！啊，再来，我们刚才这一关没过完。袜子、杯子放进盒子里。哦，缺帽子嘛。好，来看需要什么。杯子、帽。哎，不对不对，我拿错了。哎，是缺什么？缺这个。太好了。两个杯子。好。这还是缺两个鞋子，然后缺一个杯子，然后再缺一个这个，这对了吧？哦，过了过了，呜！哇，好累哦！但我觉得是好玩的，好好玩，好好玩，有个有趣的。噔噔噔噔，打扫干净后心情也变好了呢。我拿什么同伴了？哇，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了。下次呢，我们再来从这边的关卡继续过关啊。这不知道总共有几个关卡、欸，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是跟大家一起读空气那样子，可能很快速的就玩完全部的关卡了，结果好像不是这样子。但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哦，这个游戏。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来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